去年届金旋往来前往日本山口县受到大大的欢迎，卖出550栋的好成绩。今年拓展通路要到福冈县和大分县，继续以米干米往来特有的酸甜滋味进入日本市场。伊发展出来的是呢，就是往来高级，然后伊个干嘛高级，啊叫酸也高级。馆长王章良讲，为了感谢山口县消费者的支持，今年伫三季一开始就来举办往来企业推广，要甲日本的消费者讲，甲伊的金旋往来三季佫高啊。嘉义产的凤梨不止台湾人爱吃，从去年的来这边的经验，我们也发现到我们日本的朋友也喜欢吃。那在这边叫做蜜柑味，希望有机会再透过田中社长，把不同的凤梨的品项可以带到日本来，然后给大家品尝。所以在这边再度感谢日本的朋友，那给我们这么多的鼓励，那我们会再把那个会好的产品继续带到日本来。馆长王章良特别说明，台湾的往来和其他国家往来不同款，品种是真多，而且和往来心都会当吃。说来买前往福冈县、大分县办理往来企业活动，要甲嘉义往来拍拼推广海外市场。记者黄佩佳观察报道。